只要有阿母在嘞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把你的死人犯给我拿回来！你干什么？我女儿一直被你糟蹋，今天要替她教训你！不要以为我们好欺负。看到阿布这出戏啊，会觉得说，其实戏里面每个妈妈，她虽然是不同的样子，但是我觉得都是为了小孩子好。你少动一点，我就该等来。不是安内啦，这个东西。因为在成长过程中，其实很多时候会迷失或是走错方向，那我觉得都是妈妈不断的支持我，不断的鼓励我。不管日子有哪艰苦，咱拢袂去欠人。人善不要紧，爱善了有志气。阿布里多威，处理多威，有回家的路，人生没有绝路。你问你家己，你话不无得听。这礼拜五按时，台湾好戏，带大家来看上温柔的阿布。